日本制的，真的是老古董啊，30年的老古董，放在焚烧箱里面。DC6 钢电池还能充电，就不知道能不能用。再来找说明书，这个连要启动都不知道从哪里启动。想要根本就是新的，连这个皮都没有受损，可惜已经被时代淘汰了。但整台都是新的，爸妈舍不得用，放到防潮箱里面整整躺了30年。现在也搞找不到这个电池了，也找不到这种磁带了。连按钮启动键都不知道从哪里按，因为按什么它都不。但是电池刚刚还能充，还能显示充饱，充了几个小时。因为以前的电池跟现在的电池搞不好不可同日而语，现在的放完电搞不就死掉了，太半年一年没充就死了。这个几十年前的东西有时候还有的救。连这个皮都还是新的，既然30年完全没受损，防潮箱真的是有用，要把那防潮箱搬过来我房间放。可惜啊，可惜。